堂包总他小组的弟兄姐妹来献诗，他们所献的诗歌是《我要歌唱天父奇妙的爱》。包总他小组是 A4 里面的小组，在这个小组当中，弟兄姐妹有非常好的情谊，他们常常的聚会，也一同的出游，所以感情非常的好。今天会看到这样的婚礼，其实包总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付出摆上，并且他们欢喜快乐，要为新郎新娘献上他们最大的祝福。
他的爱为我的罪定十字架，为我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为我再来的君王，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天使或空中掌权者，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慈爱隔绝。今天是这对新人他们开心彼此相处时刻，也是他们向爱他们的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时刻。在神的爱当中，他们认识并且决定要一同的来建造基督的家庭。我想今天连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为他们欢唱。接下来我们要请AS 礼拜堂张丰达执事夫妇来为这对新人读神的话。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欢喜快乐的日子，我们想要用以下的几段经文来祝福世界跟新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面上如锁记。因为爱情如此坚强，记恨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愿神的爱与世界新年同在，在他们的生活跟婚姻当中恩福满溢。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世杰跟新年现在还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要请 AS 礼拜堂的严顺智长老为这对新人带来勉励。世杰。还有新年的亲朋好友，大家好。今天用简单的一段话来跟世杰还有新年来祝福他们的婚姻。这是圣经的话。刚刚丰达会方读的两段经文，第一大段呢，前面三个小段是来自雅各书。耶稣揭露的爱情的力量非常大，一旦失控，它的破坏力常常会使人感觉活在生死的煎熬当中。另一段呢，歌颂爱情的超越有极大的价值，不是金银财宝任何物质可以换来的。在第二段马太福音刚刚就有提到，耶稣说神所配合人不可分开，这是一个命令，是夫妻最重要的约定，也就是双方都要尽全力持守的母子之道。先要恭喜世杰新年平安顺利，英俊潇洒，美丽动人的进入这个礼堂，特别是疫情这么严峻，我们大家都戴着口罩，非常不容易。群聚其实就是风险，但是其实你们决定是不是进入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恭喜你们走过这个最困难的一步，你们已经越过了，我们已经在这里一起结婚，这是我们欢喜快乐的。
不过我跟赞美的事情特别复杂，因为知道我们的个别差异很大，马上就要面对人生角色的转换的一个重大改变。又因为我知道，婚姻可以是爱情的坟墓，也可能是爱情的天堂。你们要面对的挑战还真的。但是刚刚信仰告诉我们，婚姻应当是爱情的天堂，因为夫妻两个人同心，在主的引导之下一起辛苦的经营，就可以得到美好的果效，并且能够共同享受生命之恩。我们是过来的，又是你们的牧者，所以很乐意跟你们分享我们在主里面的经验。希望从今以后你们要仔细经营你们的婚姻，并且祝福你们有美好的经历，可以品尝在婚姻生活当中奇妙的旅程。因此我要提醒三件事：第一件事，最大的危机；第二件事情，最要紧的事；第三件事情，是要特别注意的事。首先，婚姻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想改变对方。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思想上我们有罪性，行动上我们有一些罪行。夫妻相处最大的难处就是常常想要，而且有时候硬要改变对方。有古老的智慧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是真的，对别人是这样，对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夫妻超过38年的婚姻生活中，让我们觉得这句话让我们觉得心有戚戚。其次，最要紧的事就是要沟通，不要自以为是，要先改变自己。这是我的经验，先跟你们分享，就算是打第一剂的预防针。千万不要有想要改变对方的想法，那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的。真正要做的事，就是要全神贯注的去聆听，听对方到底在说什么。你要常常在沟通上要努力求知识，学习有创意的沟通方法，并且呢要祈求沟通的灵感，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这样子就会有效的沟通，提高婚姻关系存折里面的存款。因为人性，人的本性难移啊，所以你搞不定别人，要知道你自己也搞不定自己。因此要刻意的提醒自己，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愿意被圣灵调教，自己改变才能够接纳别人。这是每一次沟通之前你做事情必须要问的。沟通之前的前提就是要提醒自己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因为这样子，整个沟通才会有效。第三点，要特别注意的是，就是沟通的面向是很广的，因此要有好奇心，不要说他就是这样，不一定的，因为那可能是你以前想都从来没有想过的。世界七年以后，你们的日子在人生的各个面向都会面临你想不到的差异，都是挑战。有哪些呢？譬如说价值观、思考模式、原生家庭、成长环境、工作观念、用钱观念、生活习惯，太多了说不完。这些面向你们两个没有一样是一样的，你们只有一条路，就是一定要改变自己，重新探索，重新调整，因为这些面向一定会一样接一样，快快慢慢的
一一的呈现在你的面前。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神的话才能够提纲挈领的引导我们，要随时记在心上，可以面对以后的挑战。我第一段话就要对七言说的，是在彼得书五章22-24节，我来念给你听。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头的意思是属灵影响的顺序，丈夫在前面，妻子在后面。丈夫既然是头，那就要承担最后的责任，所以圣经就要求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是丈夫头，妻子要承担最后的责任。顺服容易吗？看心里在讲，的确是的。丈夫超爱冒险，投资股票，妻子却就要一起来面对可能损失的东西。更严重，丈夫做了一个明明是愚蠢的事，损人不利己，妻子要顺服吗？不容易。但是圣经里说，妻子不但要顺服，而且要凡事顺服，这个很沉重哦。接下来是要对丈夫讲，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所以志杰，你要听好，这两节经文当中有哪一个字最突出啊？爱，在这两节经文当中，爱出现了5次。为什么？因为如果要经营合神心意的婚姻，得到神的祝福，世间除了爱妻人之外，没有任何的道理。圣经把爱妻子的要求比喻成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样的比喻什么意思？其实是丈夫爱妻子的标准要比爱自己的还要高。这样的爱做得到吗？其实我们都需要什么帮助，我自己是做丈夫，但是要怎样做才是爱妻子？每个人对爱的感受方式都不一样，所以丈夫平常就要去沟通。譬如说使用那个爱的五种语言，可以了解他说出来的需要，还有要找机会去探索，发掘那些没有说出来的需要，这个才高段。丈夫如果常常这样子做，夫妻关系一定会好，一定会有帮助的。说到这里，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真的很不容易。不过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做法，有助于夫妻的互动，就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5:33最后那一句，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彼得前书3:7，做丈夫的，因为妻子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两节经文都有敬重这两个字，但是在希腊的原文是不同的字，不是同一个字。以弗所书的敬重原文是尊敬的意思，也就是说妻子要尊敬丈夫，不管怎样要尊敬丈夫。丈夫会常常要以自己的妻子为荣，也就是尊荣妻子。
那因此这两个字的不同，对妻子来讲，对妻子来讲，就是对妻子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尊敬你丈夫；对丈夫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尊荣你的妻子。如果妻子常常重视自己的丈夫，尊敬他，丈夫常常以自己的妻子为荣，好，尊荣妻子，那个婆婆有料了。这样子的良性互动，对妻子凡事顺服丈夫会有帮助，对丈夫爱妻子也会有帮助。最后，如果这样子夫妻关系好的，祷告就不会有阻碍，跟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因此，最后我要用简单的一句话来祝福你们的婚姻：丈夫要爱妻子，尊荣你的妻子；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尊敬丈夫；丈夫妻子都要常常沟通，尽你们的力量，多方的求助，而且要常常向神祷告呼求。你们必定可以享受神应许给你们的生命之恩，在婚姻生活当中充满神的祝福。求神亲自保守，带领自己的心里的一个夫妇，赐给你们力量，赐给你们福气，祝福你们婚姻美满。求神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及新年师姐的亲友。我们今天见证了这一场婚姻，求神祝福你们，也祝福你们每一位的每一位亲属的朋友。谢谢大家。我会疼惜你，喜爱你，保护你。我是一个爱你。
清明时节，是你的红会所得的。再来是对你讲，不要分析。从如果有一天把你宠坏了，请你不用担心，因为你是我的责任，我爱你。为他鼓励一下。
当中啊，充分的体现了这对夫妇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敬重的心啊。那我看到新年在他的诗歌当中，甚至还用到圣经经文，我真的有点感动，虽然有点严肃。啊，刚才新年说到世杰是善良正直的人，好像是大家从他外表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圣经是说，这个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制造出来的。世杰也是经过漫长的等待，才等到他骨中的骨和肉中的肉，真的不容易。我们再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世杰是个善良正直的女人啊，要不然他昨天晚上接商不合适。还好东东长老提到说，这是最浪漫的时刻，比较浪漫，浪漫。讲到这个新娘哈，很属灵的话，其实我也问过他说，你为什么婚礼要挑六月十一号？为什么不挑六月十七号？为什么挑六月十七号呢？因为六月十七号是我生日，跟钱无关。其实六月十一号，我是他很喜欢圣经的一个经文，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主的灵在他身上，让他传福音给谦卑的人。所以我知道啊，新年姐妹她是一个非常喜欢传福音的人。我也发觉啊，她这样一个对耶稣基督的爱，可以跟他们的家人来分享，让她所有的亲友，还有世界的亲友，都可以认识这位很善的神，爱我们的耶稣基督。真的今天非常的开心，他们能够在主里面成为夫妻。那接下来是这个新人要向他们的家人。他们最尊重的长辈要献上他们的感恩感谢我们首先请世杰。世杰要向他的父亲还有今天特别来到我们当中他的母亲要献上他的感恩。亲爱的家人，父亲大人，还有母亲大人，哥哥姐姐，我与你一起居住有47年，在同欢喜同享乐，我都记得。谢谢你给予我交到好朋友，教育纯正管理，也因教育的交换用品，才会有今日认识我的情形。现在让我想到父母生我点点滴滴，真的难以割舍，回忆充满深刻记忆，烙印在心。未来一个小儿子，世杰分居在外，我依然常常看护回来关注探望我的父亲大人。母亲大人，谢谢你，谢谢。好，今天我们准备是。好，请世杰将这句话献给他尊重的父亲。我们看到爸爸妈妈感动的掉泪，我想他等待这个，爸爸妈妈等待这个脸，来鼓掌。那接下来新年世杰要向新年的阿嬷。要说他心中感谢的话。小时候我考试没考好，我很自责，结果阿爸问我说：“那你现在
阿嬷享受精彼喜乐平安一无所缺的美好人生。阿嬷我爱你。谢谢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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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个古老优美的教会见证你的荣耀，你让茫茫人海中世杰与新人相遇，你结合他们两位，从今天起你成为他们婚姻的主，将带领他们奔走一天一辈子的道路。主啊，我们满心感恩欢喜，却又敬畏你，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的道路都需要你每一天的同在，都需要你的恩典怜悯慈爱跟他们同在。我们也相信今天在座无论是皇父卫父亲友，他们都会成为这一对新人未来的帮助。主，我们特别求你，在座如果还有人第一次进教堂，或者第一次参与基督教婚礼，就求你的圣灵亲自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被你触摸，被圣灵感动，以至于他们能够更多经历这个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再次把新年世杰这一对新人交在你的手，求你的恩典与他们合照的顺序写在简讯单的最后面。